臭豆腐，北京人的最爱。最地道的臭豆腐非北京王致和莫属。这个早餐下粥下饭，抹馒头片抹窝头片最棒，闻着臭吃着香。这个北京的臭豆腐和这个长沙呀，这个湖南臭豆腐啊，两码事儿。这北京的臭豆腐那真是臭，那真是有人甘之若饴，有人避之不及。这个臭豆腐啊，早晨的时候呢，吃饭的时候呢，一般加上那么一块儿，浇上这个辣油。多浇点辣油，又辣又臭又咸，呵，那味儿呢，它叫窜呢。但是呢，你别看它臭，还特别的受欢迎。经常不吃呢，还想着一口。你看，多来点辣油。保存臭豆腐有讲究，你看我买回来之后呢，只要开了盖之后呢，里边再加一层带胶的这个薄膜，防止跑味儿。之后呢，把它再放到一个桶里边，密封盖盖，这样的话呢，味道不会出来。所以是闻着臭，吃着香。保存的时候啊，你千万盖严了，不然你的冰箱啊不能要了。你看，加上这个辣油以后，这麦馅特别的棒。你来上一碗牛肉汤面，这个拌个青菜，西红柿、黄瓜丝、青豆，今天我没有炸馒头片，也没有窝头，今天吃的粽子好像有点不搭。虽然不是最佳组合，但是也知足常乐。